素馅饼。素馅饼是一道食物，制作原料主要有精面粉、鸡蛋、鸡精、料酒等，口味鲜美，色微焦黄，引人食欲，鲜香，营养健康。韭菜洗净切碎，鸡蛋打散炒散，加入虾皮炒香。韭菜先用芝麻油拌好，韭菜拌油为了防止出水，把馅料搅拌均匀，面粉加水提前和好，面团要和得软一些，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，取面剂擀成面皮，包入馅料，像包包子一样捏紧收口，平底锅烧热，依次放入包好的饼胚，定型后翻面，表面刷上少许食用油，继续烙制，再次翻面，再次刷油，盖好盖子烙制，还可以做另一种做法，取两个面剂都擀成大面皮，在其中一个面皮上放入馅料，将另外一个面皮盖在上面，捏紧边缘，放入锅中烙制，烙制两面金黄即可。焦脆鲜香的馅饼就完成了，喜欢的加关注吧。